形成的龙卷风是温和等冷的等冷还热空气加到一起是个龙卷风。所以一个 hurricane 就是一个太像个像一个 hurricane 在哪里去 hurricane 是在水上形成的。一个 hurricane 可以把一个云彩给吸进去。然后一个 dust devil 就是一个 tornado on the 在一个 desert 里面，它叫个 dust devil。还有water spout 就是很细细，像个elephant trunk 一样，它是在水上的。还有龙卷风里边的中间是没有空气的，先空气是在外边转的。好，我拿到我龙卷风了。哇！啊，看到了。好用！哇，这是哥哥是不是？大家好，我名字叫唐子富，开点，我八岁，我今天要表演 Patchable Cannon。